大家看到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克拉玛依市的魔鬼城，也是由风蚀形成的雅丹地貌。然后这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独特的，同时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所以就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新疆处处皆美景。在这儿对我来说非常不一样的拍摄体验就是我们会穿得很厚，然后这边会有点热。哎呀，这边喝完水你就感觉都不想上厕所，因为就蒸发掉了。阳光也特别的刺眼。嗯。你在干什么？现在的温度呢是大概38度吧。早上还是舒服，比下午要舒服多了。今天不会出汗，就这个天气肯定出不了汗。你不要昨天那个天气，就昨天那个天实在受不了。昨天下午那个风啊，太吓人了。好，我想放。乌云来了，下雨在哪呢？在那里吗？哇塞！真的乌云来了，拍着就沙尘暴等我回来，拍着拍着等我就是会下雨。可以可以。拿着。打雷了。我的帐篷里都受不了，帐篷里那个沙我感觉都很难受，只能在车里躲着。其实我们现场真的，你们也能看到我们这个环境比较的恶劣。好，是啊，等会儿眼镜，我不知道看不太远了，沙子吗？沙子太大了。我们这个拍摄过程也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风特别大，我们的头发经常就是不听使唤，会挡眼睛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你知道全剧里最讨厌谁吗？最讨厌刘海。一直在痒我。有的时候眼睛也是很难睁开，但是为了我们整部戏的效果，我们都能忍。因为我们想呈现一部特别美的一个仙侠剧给大家，就是其他仙侠剧里不曾出现的场景给大家吧。